那我们接下来第二轮讨教开始，点赞通道开启。中间那个 girl、oh, he really、最小的那个女孩 the sister. Yeah, you know, because she、yes! Yeah, because she Yeah, because就是她经常会做一些那种 Yes、You can sell my RV, ma What? We can make a friend in China, you know、hey.你看到那小姑娘直接懵了吗？你说二维码？啊，对，但是真的很有那个个性和感染力。我觉得唱歌能够在六人
团里面不靠任何的配乐，当一个人在唱的时候，其他五位用声音打节奏。我发现很多的 acapella 通常都会有一个打节奏的人，就 beatbox 的，他们并没有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拍子跑掉。我觉得和声是不容易的，本身就是不容易，可是他们在和声里面，他们你没有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享受，每一个人都很外放。通道先关闭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通道关闭。我觉得优我少女可能压力会更大。不见得。但是 JJ， 你今天是肯定是顾问的身份，你会等一下对优我少女会有音准啊，或者说是气息啊，对于他们演唱上会有这样子的衡量标准吗？都会。我觉得只要拿着麦克风在舞台上唱歌，我觉得你没有借口。当然当然当然。你们看现在他们六位，很明显他们的强项是在于他们的和声，所以你们就不要去跟他们拼纯唱歌这件事情。我相信你们自己也有准备，把重点放在你们自己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有时候我在那种拼盘演出，有时候有罗志祥跟林俊杰放在一起的，我就会偷偷打听，如果罗志祥跳舞我就不跳舞。哦，对，因为如果这点今天在的话，他唱歌那我就相声。对，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Can I tell you something? She thinks that he's really cute. Yeah. 罗教头，我怎么了？他喜欢你。Oh, really? 哎。Oh, thank you. 哎，那快加一个联系方式。扫一扫二维码，快。哦。哦。高潮！天啊！你是我们了，你是我们了，我们的拥抱。这才叫这个国际巨星啊！交流，对，这国际巨星。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美国女团的点赞数。373票，我们需要298，就是373的80%。优我少女上台进行讨教，双方交换舞台。